我觉得新来的小马孩，哦不，只是让我叫小女孩，因为演艺之星嘛，人气一定比我高很多。不过作为唯一限定金的我，毫无压力，好吧？无力。好了好了，熊猫马还说，家里来了新马孩，一定很开心呀。不过我觉得咱们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，毕竟演艺之星的评选很严格，想必这个马孩应该不是一般的马孩，你说对吗，子琪？嗯，熊猫马孩说的在理，确实应该注意一下我们的行为。那小潘呢？什么看法？很欢迎，演艺之星听着名字就很高贵，我很期待。那小红，喂，你怎么不夸夸我？对，小潘说的也在理呢，听话。去。那小红呢？什么看法？作为第一个马孩，我认为新马孩一定是个脾气很好的马孩，阳光积极，我们很期待。就算我们演不起，也可以送去心理家，变换叔叔和心理阿姨家里一定能接受。确实。咦？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不仅我来了，全家都来了。子琪，看到你家门没关就进来了，就听见你们说这个事儿。没事没事，来都来了，吃个饭吧，吃个饭吧。然而就在吃饭之时，新马孩悄悄地到。